大家好，我是位热爱台湾的台湾人，但是近几年来的新闻让我不禁深思。画面就是针对 Marquio 跟朋友有记，你曾吸大麻写歌，就是因为。我是否有能力让台湾变得更美好，让社会走向更正面的方向呢？我是台湾超人，也是位再普通不过的台湾人民，一起来和我爱台湾。